绿色大业，永续未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绿色大业，永续未来。台大学竹蜜侯雪娟是带领同仁呼口号，展现推动绿色大学的决心。啊，大业大学荣获教育部111年永续循环校园示范计划学校。那么要示范什么呢？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生活里边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哈。如果就大业大学来讲，譬如说我们的用水。啊，除了生活上的饮用水必须用自来水之外，我们是收集这个雨水使用，然后再处理再回收啊，这个真的是达到永续这个循环利用的啊，这个水资源。台大学结合节能、资源再生、环境教育，全方位打造绿色校园，获评为全国私校第一的绿色大学。今年荣获教育部11年度永续循环校园示范计划350万元的补助，是中南部唯一获得补助的大学，将建制校园为永续循环的教育园区。那在今年的这个永续循环示范计划里边呢，除了上面所说的用水、用电，还有在土地的生态之外，所以我们特别呢架设了一个示范的这种基地啊。那这个计划的这种完成呢，除了在将来在课堂上面哈，那是一个体验的场地之外，我们学校呢在实施这个环教哈，也是就丰硕我们环教啊这个场域的这种内容哎。所以借着这个计划，那学校呢其实也为 USR 的这种议题我们尽心尽力，然后为甚至为全体的永续的这个空间这个环境呢，我们进一步凝固的这种心理。台大学在生活资源的永续利用，包含了水资源再利用、节能减碳和校园生态。未来学校也将规划示范动线，建制推广基地，让台大学成为中部地区永续循环校园的典范学校。